你好，现在给您演示一下这个电脑版的我们物流财务系统的一个测试。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企业微信这个端口来进入我们的系统平台，然后点击这个物流测试系统。进入以后呢，我们应该会先看到这个物流情况模板这个地方。现在我来操作一笔新业务。当业务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如果是新公司的话，我们需要重新添加一个新的公司名，比如这个叫做这个葛洲坝集团吧，集团，比如他们在某个地方有项目，联系人，yes，电话随便写，邮箱，联系人的邮箱也先随便写一个吧。公司地址、税务地的税务代码，这个要可填可不填啊。公司资料呢，就是我们保留一下关于他们的公司资质、营业执照啊相关的一些信息。点击提交以后，这个葛洲坝集团呢，以后我们都可以在下单的时候直接来选取的。现在我来开始下单。目前系统里面只存在一单，现在我们来写一个订单二啊，比如这业务单号呢，之前我这边随便写的，Africa。002单，提交单号呢，我们就得具有 SEO 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个作为这个清关那个文件的提单号。然后客户这边是我们选的刚才的葛洲坝集团，客户对账号呢，我们可填可不填，客户对账号就是关键是为了还写那啥。写那个客户那边的这个他们的记账代码，方便双方对账，要不然对方一个记账编号，我们这边一个记账编号，容易乱。然后目的地呢，我们就写港口金牌，箱量写10个集装箱，船公司 GMA CGM，船号随便起，这其他的具体。数字呢，我们也先随便写。预计发车处十个集装箱，那我们就发10辆车。是否还箱就写不需要还箱呗。合同金额一车按5000美金算，是收5万美金。如果增值税这个是不含这个跨境运输一般不含增值税，那我们就写不含增值税。含增值税的话，我目前按照10%来计算。那含税后就是5万零5千，通常跨境运输不需要含增值税。附件这里面呢，我们可能需要填写一些相关的，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合同，我们可以上传一下附件，然后把附件上传这个地方，然后商业发票啊，或者说这个清关提单啊等等一些其他的文件，我们都可以进行上传。联系人这块的话，我们就写这个收货人，收货人就是葛洲坝集团的。叫什么？叫李四是吧？叫李四啊。刚才我们填写的李四的联系方式呢，就会自动的显示出来。然后集装箱信息啊，我们可以把10个集装箱的这个箱号啊都填进来啊。这个箱号呢，也方便于后期可能有些公司跟运输公司之间对账的话，可能运输公司那边会登记这个集装箱号。我们可以把这个10个集装箱的箱号呢，都写上去，这个地方我就不一一填写了，不一一填写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提交，先把这个订单呢基本上就完成了。提交完以后呢，然后。我们下完这个单以后呢，后期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代理商，我们确定的是哪个代理商，我们可以回过来编写这个地方那个清关代理比如说我们还是用这个超邦物流公司来进行清关代理，清关费呢按多少算的？一个按2000算，2万，有点多啊，15000。运输费按照也是由我们超邦物流来
运输费按3万算，然后这个总成本呢就将近4万。刚才我们写的这个跟客户报价5万，那么我的预计毛利呢，这个地方就自动计算出来就是1万美金。您看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基本上下单就下完了。我们下完单以后呢，我们这个业务概况这个地方呢，应该就会显示啊，显示一下目前的信息。目前是2单业务啊，合同金额呢是6万1，刚才有一单嘛，有一单是含税的1万1，现在刚到期有一个1万1，刚才有填写的有5万，总共是2票业务加起来是6万1，啊，总共所有的业务一共12个集装箱发了12辆车，啊，你看我们2单业务，其中格鲁巴集团呢5万美金，它占了我们这个现在业务量的83%，另外中远集团呢现在占了我们业务量的16%，啊，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未结清的业务。格鲁巴集团呢，它的第二号订单呢，现在应收余额是5万美金，就是我们这个业务，它欠我们5万美金，因为我们刚下了单嘛，还没收款。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中远物流呢，仍然欠我们5700。我们下完单以后，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正常进行正常的这个物流清关操作了，正常的操作，然后。其他时间我们不需要再新加订单啊，其他时间可能我们在当地的工人在进行日常清关操作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付出很多这个小费，或者说一些费用啊，比如说我们看，你看啊，我们这边我们银行，别银行了，现金吧，现金付款是对于哪个业务单号付呢？是对这个002单，就刚才葛洲坝集团那一单，你看选完002以后，客户自动显示葛洲坝。我们现在付了个啥费呢？我们还是先付了一个搬运费啊，那搬运费多少呢？付了一个500美金，5000美金的搬运费啊。我们实际上付出5000美金啊，但是我们可能想在这个搬运费上再追加1000美金，想多收客户一点啊。然后我们自己再做一个行程发票，放在这个地方啊都行，或者不做都可以。那我们就可以啊提交一下今天这个付款，提交完付款以后，我们可以都，如果说这票业务结束的话，啊，就搬运一下就结束的话，那么我们这边就等着收款就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务会有一点变化。这个我们刚才有一个搬运费，本来是5万美金的，业务活动，刚才多追加6千美金的那个啥，6000美金的搬运费，所以说我们现在应收5万6。然后对于业务的这个分析呢，您看一下。假如说我们这边复制这个业务单号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能看到啥？我们就能看到关于这单业务，我们的应收服务费是5万美金，但是没有任何收款，第三方公司、运输公司、什么清关公司也没有帮我们带电，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公司付出了一个搬运费，这是关于002单，我们看一下001单啊。看一下我们001单呢，它的应收这个，报价合同呢是11,000，然后第三方这个可能运输公司或者什么公司帮我们垫付了一个安保费，垫付了一个安保费，我们追加100美金的利润，总共是600美金，然后我们自己公司呢也花了一些钱，比如小费啊、搬运费啊这些。有些实际付出的就是实报实销，比如这个第二项搬运费100美金，我只收你100美金。那另外一个搬运费呢，我想再多收你一点钱，我实际花了50美金，但是我想追加10美金的利润。
啊，就是60美金。这是关于啊我们应收的服务费，第三方代垫，我们公司代垫，这个地方就是写这个我们客户给我们付款的，付款，你这付款记录，写核销记录。现在给您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业务都完结以后，我们可能会收款。当我们收款的时候呢，我们过来填写，填收款信息。现在是我们银行收款，收到谁呢？收到格罗巴集团。收款3万美金，预付款。格罗巴集团。我们这个地方会点击查询一下目前的应收余额，这个地方必须要勾选一下，然后我们就核销3万美金，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也会显示这个我们核销差异，啊，通常情况下，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就只写两万，只核销2万的话，那2万的话那不行，那只核销2万的话，等于是收款3万，我们核销2万，那还剩1万，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填写跟格罗巴相关的其他业务单，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这个收格罗巴集团的钱就应该核销格罗巴，不应该来核销物流这个中央物流。但如果格罗巴集团同时有好几票业务的话，同时有好几票业务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收他10万美金，收10万美金，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啊002业务剩5万6的话，我们就核销5万6。还剩下4万4，4万4的话，我们就核销格罗巴集团的其他业务，其他业务，啊，最终我们要保证这个核销差异是零，啊，这是我们的收款，收款的这地方呢，也可以把这个收款凭证啊、银行流水单啊放在这儿，作为一个后期的这个对账参考，就这样一个情况。啊，另外我写了一个折扣，折扣目的是在于这儿啊，比如说葛洲坝集团呢，现在我收到55000，55000，然后他付完55000以后，他不想再付了，说剩下最后1000呢，我不付给你，啊，不付给你的话，那我们就需要登记一下这个折扣啊，现在有1000美金的折扣，啊，折扣，那我们就是按照实际收款5万5折扣1000，然后核销的数据呢就是56000，我们仍然按照56000来核销，啊，最后核销差异也存在，我们都可以点击提交，这个地方呢仍然我们留一点差额吧，重销一部分呗，3万5。您看啊，如果说您填金额不对的话，存在差异的话，您是提交不了，提交不了。必须得没有差异，为零的时候才能提交。然后您这边的话就可以来查看我们的业务概况。